字的正在特价吗？还想要去吃什么吗？
大家的那个，就是比方说，我要先跟宽宽来示范。哎，来，请问你觉得神，你心目中神是怎样的感觉？神哦，就是我跟他求什么，他给我什么。那你平常会拜拜吗？我没钱的时候就拜拜。好，那你觉得神存在吗？他给我钱就存在，不给我钱就不存在。哦，所以你认为他有给你钱吗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我爸教我的。真的哦。对。欸、演得累。在演吗？对啊，难道真的吗？请问他给怎样的火力？你会这样子讲？你会这样子讲吗？你会这样子讲，是因为你有什么经验呢、啊？因为小时候有给过一次啊。对。所以那次的。经验让你觉得对啊，以前玩不熟，所以就觉得再来一次看看，但都没有用。哦，那会觉得其他的神存在吗？能给我全身好神啊，所以什么神都拜。为什么？那你常常什么神都拜吗？哎、对啊对啊，看来有用，没有你换下一个。那你想，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？听过啊，但他也没给我钱，所以就算了。那你愿不愿意来认识他呢？他还给我钱吗？那我们要就可以给你介绍十两个。好，那我第二个示范。换我。好，真的。请问你是基督徒吗？我以前是。那为什么以前是呢？因为后来聚会就很无聊，牧师讲到就一直打瞌睡啊。比方怎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聚会讲到很无聊、啊？就他。敬拜完我就开始睡觉、啊。你觉得哪一部分你最难接受啊？讲到就讲到。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讲到啊？我已经平常一到五都在上课，礼拜六休息完，礼拜天又要再听一次讲课，跟大学教授一样啊。所以你觉得，信基督教要去听讲道很累吗？对啊。那你觉得，那你会做，除了你觉得基督教就是去听讲道这样吗？还有敬拜而已吧，还有奉献的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不是都这样吗？哦，那你觉得基督教什么东西你觉得最矛盾、最难接受啊？难接受？就要花个礼拜天的时间吧。然后，所以你觉得时间很重要喽？对对对。那我想，那你认识真理，你觉得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？圣经吧，还有耶稣吧。哦，那你觉得你可以用100个字以内讲出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吗？我觉得有困难。哦，那我要不要介绍给你听呢？好，因为对，就这样，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，然后上的东西可以清除烟雾弹，可以找出最大障碍。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里面，我就没有时间重答，所以就直接印给大家。就比方我抄一些问题说，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们可以让对方讲更多的问题，说你愿意多说一点吗？然后我们的好问题可以无限的裂缝，比方说他不相信有神，然后他又会拜，他又问他说你去拜拜吗？那就让他可能想到自己其实还蛮矛盾的，然后也可以让他出现自己不确定感，就是说觉得有好神才拜，然后到底是怎样的？然后下面有一些好问题的原则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。在路上遇到一些传福音的人，他就是会给你一直跟着你，就会让大家反感。我觉得我们传福音是希望可以尽量让大家彼此互信，可以结束心房，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推销的硬塞给你的机会。那我们这样用问题式的开头引导，就可以让你可以了解他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想他对他讲什么比较适合。可是那这样，比如说你要问个问题，你是开头，可是。如果是假我完全不认识，我要问他，那我要怎么？路上遇到的。对啊，你要怎么？突然有人问你，就我说，你平常是拜什么的？你有拜过什么教吗？这种他有开头过这部分，今天还没有讲，就是说，我想要做一个访问，就了解你对于信仰的看法。然后一开始我就问他说，请问你觉得神的本质是什么？对，像我刚刚问说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他会有个小小的开头，然后如果对方真的不喜欢，就是。不要让他有负面的意向，最主要是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要进入到，就我相信跟大家刚经过大家刚刚的问题的过程，大家在台北火车站失火的问题，觉得他超火星灭的。